过去比较大的台风，我们也会有海堤受损啊，灯塔受损啊。可是像这个整根灯塔被拉掉了，已经不见了哦。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哈、哦。那我们现在即使在这个时间看，那个浪整个打上来，那个真的非常这个很可怕，没有我们好像最近这几年没有看到这么大的浪。对对对。